这是一架非常轻量化的相机。嗨，今天要来介绍这里Sony A7Z。Sony A7Z 相机适合旅行，旅行的时候可以用这里。镜头呢就是24-70。拥有陀螺仪功能，可以使画面稳定，效果非常不错。解锁30分钟的录制，这个荧幕可以翻转出来360度。强大的自动对焦功能 ，ISO 可高达51200。拍照美，拍 video 也美，拍 video 还有稳定，还可以用这里去外面拍 video。现在前面录制的相机是 Canon 60D， 镜头18-200。焦点数量是693，整体相机重量才503克。相机电池可拍810张照片，正版电池。相机内是包含了无线连接和蓝牙连接，可用电话遥控拍摄。是可触摸屏。脸部眼睛对焦功能。这样可以方便看到整个画面感。现在这个是 Sony A7C。手拿着拍摄，没用稳定器。然后现在这里是 Long Bay Sony A7C， 在海边下着雨。装逼开始。晚上没有用打灯来看。这就是晚上的mode。夜晚的功能。